很有图腾艺术气息的这一只呢，它就是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是不是超级超级的可爱？大家可以看到吗？我手上这个黑白的配色，它的花纹真的很像是一个图腾。然后它的名字由来呢，就在它的花纹上面。看到它这个花纹的中间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号。习惯我之前在分的时候，我会